果有韩国人上次前辈学长倚老卖老的话，你就可以自言自语的说，求包子给你，真的会被打的。或者是如果有韩国朋友向你求帮助的话，你就可以做天使般的笑容后对他说，呀都一个都不太还完全求帮你呢，你一定会失去唯一的韩国朋友的。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Dan。 有看韩剧 Talk Lori 的人应该知道，这部戏里韩国人普遍使用的什么什么娘什么什么农五花八门的脏话真的是每集都会出现，而且都非常有现实感。但是如果是透过这些影片有努力学习的乖宝宝们，应该80%-90%的脏话都能听懂的，那剩下1%-20%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想说脏话的你，不是为了不想被别人欺负的人。呀一西班牙呢，什么事？不想被欺负的人，韩剧 Talk Lori 的经典台词中你一定要知道的两句话。아이족밥이던전에대가리에구경수좀채웠다고아주씨발년이됐네。这句话看 Netflix 提供的字幕的话是，靠你这穷酸女，念了点书就彻底成了个贱女人。可能是因为低俗语太多所以不太好翻译，但是这样翻译的话还是少了那一点点感觉。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chobop 这个词。 chobop 真的是我小时候不是韩国人小时候常常会使用的一个贬低词。它其实跟西班写成十八 chosung 一样，原本是 chobop， 但怕被过滤所以才会写成 chobop。 它真正的意思是男性的包皮垢，就是男性生殖器官内皮里的渣渣渣渣渣子，总之表示非常不起眼微不足道的存在的意思。同学们之间的话，有一些比较会玩会打很强的同学们，相对也会有很弱的同学们，很弱的同学们不敢顶撞很强的同学们，这个时候很强就会对很弱说，就是鄙视对方非常弱什么都不是的存在。不过粗暴跟十八这些不一样，虽然是低俗语但不算是脏话。몇판진거가지고졸라뭐라그러네족밥새끼가족밥은니겠지아니근데별언급도없는족밥새끼가1등인거지그래그렇게현실부정하고싶겠지이족밥들아稍微能知道족밥的感觉了吗？然后就是香년，这个词自己说了也感觉很下流。以前在韩国朝鲜时代称奴婢奴仆等贱民阶级的人是仓农，这个仓后来演变成了语气比较重的香，所以香女跟刚才的十八女一样，都是鄙视女生的时候使用的非常不好听的脏话。我问了周围七个韩国女生，你比较喜欢香女还是十八女？七个人都说香女比十八女下流。我也一样，如果有人对我说十八男的话，我的反应是么？如果有人对我说香男的话，么突然的西班才给出，整理一下就是香农娘比西班农娘更下流。就这样我们今天学过了秋宝与香娘的用法，学以致用。如果有韩国人上次前辈学长倚老卖老的话，你就可以自言自语的说，求包子给你，真的会被打的。或者是如果有韩国朋友向你求帮助的话，你就可以做天使般的笑容后对他说，呀都一个都不太还完全求包子呢，你一定会失去唯一的韩国朋友的。